个年轻人，所以有很多梦想。他是个发明家，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。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着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的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走得太慢，所以他用力的跑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。那早就习惯挫折，得不到该获得。他相信但保证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再对大饼感到兴奋。他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？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。可能他是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烦恼越来越多，他必须跑得更快，但时间绑背得更重。完成父母的期望，弟妹们的榜样，却截然不知面对的超乎他想象。他口直心快得罪所有他的不喜欢，他因为预计了一位朋友惹上麻烦。他依然高调，即使还没有过风头，要就一起，不要总是一个人出风头。要忙的事情太多，几乎忘了爱情。他知道爱的是谁，但他没有信心。他想要当个烂人，不值得爱的一个人。他会保持距离，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。有天会离开，他希望有人舍不得。不一定是经典，但至少有人会记得。他牢记每一张脸，让他一直站着。他说这是顽童，你知道的。哈喽。